接下来请看第一组串烧舞台，登台的选手分别是 OST 专业户冯夕瑶，抑郁魔音 Pan， 进阶猛女任丹露，深沉少女妙计君，低音女王大牛。加油，君君，别怕别怕别怕，好好唱啊宝贝儿，我要借助你的力量。请新推官华晨宇、龙丹妮介绍第一组选手。我们第一组上场的是共享串烧舞台，非常巧合的是他们都拥有很强的 vocal 能力。我觉得我在这五位里面就像一个中插的小广告。哇哦！我们这个舞台啊，你可能不一定非要唱小情小爱。嗯，冯夕瑶他真的是能唱大歌的，很大的东西。对，所以你把它做到极致呀。放空是一首紫薇给我推荐的这首歌。因为我说实话我没有认识那么多歌曲、哦、对，有一个歌叫那一句好适合他，就那个有啊有啊，就那个有啊有啊有啊，他也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唱谁的歌好像都不太合适。对，因为他有个人风格。既然你不知道选什么歌，那就待会儿再讲你的故事。的第二次舞台，那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多的是更细致的一些探讨了，音乐的细节怎么去打救的问题。就是我是不是很适合唱那种很高的，然后我还是比较适合唱前面那种中音的部分，因为后面那段不是升半 key 嘛，然后我就觉得想要稳一点的去完成这首歌。不想去破音啊，或者是在这首歌上凸显出你自己的缺点。我不是，就感觉就大家就太高估我了。这首歌很特别，我看了很多这首歌的背景。这首歌是姚贝娜的舞台绝唱，在她的声音里面很有情感。他用自己的生命去唱这首歌。情绪没有进去。这次我不是 solo 舞台了，只有一分钟半，所以怎么办才能把自己的情感那么短的时间，从轻轻的开始到那个大那个高音。一点都唱不上去，所以我对着自己很失望。努力挣脱该死的枷锁，放眼无边。我是不行了，我这个上呼吸道完全感染掉了。哎，我的妈呀！跳完歌以后，突然就感冒了。老师就让我省着点用。上去看你是求稳还是想求作品的极致。这样的音乐它是情绪要大于你的演唱技巧的，但前提是你得从心底愿意去做这个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去只考虑这个作品是不是极致，哪怕自己唱不了，我会把自己逼到死去练。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，就是爱也要建墙然后再来换。老师就有一句一句的教我嘛，就对我帮助非常大，把我往前推一把的那种感觉。那我那我陪你呀，妈妈们的咪吧，妈的咪团的吧，送死我呗，那不当很想说。哎，这老外呢？
其实不管是 start 和 restart 赛道的选手都在挑战舒适区，希望最后找到一个他自己的风格的一个这样的过程，挺难的一件事情的。那感冒了没有办法，那只能练我自己的舞台，我要对我自己负责。我之前老是说就是我自己不行，大家都不喜欢我这样说，觉得你努力可能都还没努力，你怎么就说自己不行，然后就觉得既然你已经挑了这首歌，你就只能是把它唱好。希望我会和姚贝娜有一样的对舞台热爱的感觉，希望拿到自己想要的成绩。反正就是豁出去了，就是要给所有人看到我自己扒开内心的那个东西。一分半也是我的舞台，就那种感觉。他情感表达太好了，对，太好了。一分半，他就有那个一个几只可以冲那个。Pan， 好棒啊！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笑死我！他每天都在练那个音，然后他就重感冒，那个一直重感冒，然后感觉他今天是不是？然后嗓子今天是哑的，说不出话的那种。我觉得很好听啊。对，而且越唱后面很好，而且细腻把握的非常好。唱 live 就是这样，就是只要你的情感是对的，任何的瑕疵都不算瑕疵了。对，我刚刚听那个歌就很感动，我觉得比你彩排唱的要好很多。我们歌手在台上唱歌的时候，经常情绪到了一个点的时候都会控制不了声音，但是你知道这种效果才是现场最想听到的，因为那时候观众是能感受到你内心的一种渴望挣扎的一种状态。舞台就是越真实越加分，在我心里面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表演。现场的气氛变得悲伤起来，看来